每天护肤，你有护过头皮吗？头皮不好，头发怎么会好？老是出油头痒还掉发，可能是头皮敏感了。我用自然堂头皮护理，神奇的五味甘露，搭配超级酵母，轻松一喷，头皮好舒服呀！头皮健康了，头发自然越变越好。自然堂头皮护理。头发怎么洗才能和你一样好？洗当然不够，只洗不护，头皮容易敏感。我用自然堂头皮护理，感受千年蜜露和超级酵母的力量，轻松一喷，头皮好舒服呀。想头发更好，先改善敏感，头皮健康了，头发自然越变越好。自然堂头皮护理。